首先将拆下的液晶屏通电测试，测试时不能折到排线。这里演示的是测试板，实际使用中可以用手机主板测试。将分离机加热到90度，预热1分钟，将支架上的热熔浆融化。有些支架比较难拆，这时我们只要把两侧边的拆下，分离金刚丝进得去就行了。拆支架时注意别让碎玻璃扎到手。有些比较完整的支架，清理干净后点上 B7000 重复利用。离外屏时，金刚丝往下，顺着倾斜角度往下分离。胶用白电油慢慢抹去，比较难除的胶可以用8333除胶液。覆干胶时，先将干胶与液晶一边对准，从排线一端推过去，防止压到排线。